一家出炉本来就在出山了，啊，三天不来过去，我在这里便宜过去买了，准备拿到街上去买，拿便宜过去。我说，那一般的我跟你说嘛，一般的我都不得哄人，我就哄去的，我拿不得那么多，那咋得哄人嘛？那只是说早晚的事情而已。蛋鸡还得买不要？我还得买二三十个。要，也要要。没得好久嘛，鸡蛋？才将近要吧，要的嘛，你拿出来嘛。啥个样的？香笋。哦，新鲜的。鸡蛋还挂新鲜的。新鲜才将近。新鲜的，那先烤点嘛，烤点先待鸡嘛，等一下数嘛。待鸡。这鸡蛋十来个，还挂新鲜，没得问题。我给你联系过，要卖过就一下卖。要卖就一下卖。哦，你剩下有小包熊两三个，还剩下咋搞呢？你卖几个鸡啊？你看嘛，我接哪能卖？八能卖。你给我拿啊，那些肉鸡我不要。肉鸡我不要，我要土鸡哦。肉鸡拿个小鸡要不要拿？那不要。那个小鸡把酒鸡要。那不要，我要买土鸡。我关起的吗？关起，我就。我那是个大小话，我你不会是把带穿的了？你害怕来得及带不住？哦，看嘛，我看看。关在里头的啊？关里头的。那带穿嘛，带穿嘛。可以。可以，没得问题。你那儿放鸡是好放的。房子的过来给大家，我才把你关的过好的，你不管啥事来带去住，害怕我别天来都带不住啊？那我接，我手里是肉，我老吃肉的，自己吃的就是肉鸡。你吃肉鸡了，哈？那看得到，那个鸡公可以吗？那个鸡公有几年了？那个鸡公才买两年，那个鸡。那个鸡公好嘛？那个鸡公那个肥脚啊？还有好些。啊？啊，一头两三个鸡公，那鸡公那个肥脚好深哦。啊，嘛是鸡这个肥脚的，这个要把80斤了还。那不要，那哈儿不要，这就是纯属的肉鸡。好吧，那鸡不够多少这个？哎，买土鸡。你就把那个包拿来。哎，好，我当着嘛，你在里面待嘛。当着就是。哎，没得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二。今天啊，我们又到我们隔壁村来收土鸡来了。这个老太爷的话啊，联系了我很久啊，说真的，一直都没得时间嘛。今天正好抽点空闲时间，带他那儿来把那点土鸡啊买回去。挽住头，拴住头，要吧？哎，真拴完了吗？我拴住头，来嘛，我把门门推动。哎，注意点活人。我晓得。那个肥脚，我看得了。鸡还有个肥脚啊，那个鸡，这鸡也肯定是昨年子的哦。啊？昨年的哦。啊，有老鸡了。几年了？啊？几年了？有了吧，两三年。你狗才有活动啊？就是这样，吃的包谷就不少活了。吃的包谷啊？嗯，不少活。卖去了不是，你出路啊！我准备整瓶，我去给我联系了，这还不一起。哦，那甩点你找晨晨嘛，甩点你找晨。我看看，鸡看看，这有个老鸡啊，肥脚，这个肥脚有点深哦，这个样子的。这个鸡啊，这鸡母也是老鸡，十年了。这个鸡公都还是可以。哦，你看到一个七斤嘛？七斤。哎，行吧。看到就是，你看嘛。18斤的七斤嘛？对吧？哦，对。18斤的七斤。这个鸡公还不想卖。那个鸡咋不想卖呢？也是吧，15年的，总有15年。看啊，这个讲不清了。那个不清了，这个有15年，你开玩笑。老鸡是老鸡，但是15年不可能。你过火，你过来。一双，看到就。哎，一数到就是，不存在哈。
寒霜，四霜，土的，五霜，六霜，八十天。十四双单，二十九个，二十九个的来，我给你算账，758.5，760，你数一下哈。你赚了。快进了啊！这就已经结果，我把钱给我干成这个。哎，快！这个是太快，快！一直很急的，哎，快！穿起！那就少十块，少十块，咋子呢？我来去干成，我去卖。哎呀，快！钱不便宜，快点！少十块，我不要！哎呀，老弟，快坚持待着，你数啊！你还知道很多，多一点，758.5给你760，也就不找了哈，不找了，快坚持哟，坚持，我不要。你要是知道很皮的，坚持哈，我跟你说嘛，都不存在那些问题，只要你把东西给我整好的，你那个车费哟，我给出也出点，那不讲究那些问题啊，你还多，我给包一包，我自己包。这个鸡蛋就是啊，上面买了几户人，啊，还有他们那儿买了20斤鸡蛋，不是本地哦。那一看也看得到。看得到。好，我上车。嗯。四个鸡公。哎，四个鸡公。老快路去，你把一个好菜放屋后边。那个一边儿啊。屋后长大。啊，一边儿啊。把那个老快路出来，老快路出来，那是给人家带的肥料。对，把老壳那儿有个老鸡的老壳，对，老壳露出来，对，你搞家吃这个吃的那个鸡，这个鸡都两三年了，那个鸡两三年了，那个吃多深，他妈这不吃家里长胃老的，不长那个腰，胃老不长，鸡当年他叫名就不长了，当年叫名就不长了，不长了，我的那不长，这还有好多鸡呢。这些不去得卖了，不得卖了。我家他们我女儿还有几个，我们过年还有啥几个，还真玩知道了。哎，我说会卖，那我就过去了。嗯，好，忙家伙哈。啊，我看二家有那个一个月，你不哄过二家？我哄过你没有嘛？你是没有哄过。我说你走路不来，我就打个过年去的苹果不就去了？啊，我出，你看我也出，今天就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我那个只是初一呀，初一给我打电话。啊，只是说早晚而已。嗯，是不是、啊？有时间我就一定要来，是不是、啊？知道家我晓得就。那我过去了。对对对，啊、你赶紧忙哈。啊，对。哎，哎呀，你就不行，你好，谢谢。